杨家的好名声，杨家的脸啊，早在几年前就被你跟你那个没有出息的丈夫给败光了。现在啊，是文秀才一点点的收回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靠，你还鼓动我卖房子、卖地呀？啊！也是的，你就给汉邦留个余地嘛，她也是你女儿啊。嗯，这种女儿啊，不要就罢了。嗯。妈，你看看阿爸啦，人家好心回来看他，说不到三句话就在那边发火了。那我劝他卖房子也是为了他好啊，何必抱着金砖饿肚子嘛？你也是的，每次说的话都不是他爱听的。哎，妈，听说汉英现在跟李文杰在同一个学校里面当老师哦。是啊，当什么代课老师了？是不是那个李文杰找他去的？是啊。哎呦，好哎好哎，看样子我们家要有喜事了耶。阿姨。哎，李大哥，要不要我送你啊？好啊，有顺路吗？为了送你不顺也顺啊。我看你啊，本来就要到我们家去吧。坐好啊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一会儿啦。哎呦，你看看你，要是在马路上啊，我还真认不出来耶，又黑又瘦的啦。文秀，累了吧？进去换件衣服，洗个脸。好。妈。哎，某某。哎，汉英啊，恭喜你哦。恭喜我？是啊，我早就听高郎说了。你跟文杰两个人呐、啊，手牵着手已经很好了。哎，妈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看，下课了，文杰还送他回来耶。汉英啊，这种事情也要瞒？妈一直就在为你的婚事操心，这下子我可是放心了。哎呀，妈，你们到底说什么跟什么嘛？哎呦，你害羞什么嘛？你都已经几岁了，再不结婚呢、啊，你就要嫁不出去了。哎哎哎哎，真没想到你就要成为我们杨家的女婿了耶！嗯，大姐，哎呀，哎，阿英，哎呦，文秀啊，你凑什么热闹呢？要追呀、啊，也是人家文杰的事啊。哎哎哎哎，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赶快去追汉英啊！文秀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嘿，什么到底怎么回事？这要问你自己呀、啊！问文秀，他怎么会知道啊？这是你跟汉英两个人的事情呢。哦，怎么，你还想装糊涂啊？大姐，我们开开玩笑是没有关系，也许我又是男人家也无所谓。可是汉英是女孩子，也是你妹妹，这不太让她难看了吗？嘿，你居然跟我说这种话！你说我开玩笑啊？嗨，谁有那么大的功夫跟你开这种玩笑啊？哎哎哎，你要是否认跟汉英有结婚的打算呐、啊，那你就是存心不良，存心想伤害汉英，存心想占她的便宜就对了。大姐，文秀啊，你说说看，这种人他可不可恶啊？文杰，你是不是真的欺负了汉英了？是不是？我对汉英就好像对自己妹妹一样的照顾。怎么会有这种误会呢？什么误会？哎哎哎哎哎哎！吼、哦，你可真会说话呢！现在摆明了，你就是在玩弄汉英的感情。你呀，真是不折不扣的爱情骗子哦！大姐，文杰绝对不是你所说的这种人的。我说文秀啊，你呀跟他在北平早就认识了，当然比我更了解他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汉英的姐夫是亲眼看见他跟汉英约会哦，
而且啊，两个人还手摸手了，他还搂着汉英呢，这种不会假吧？哼，我再怎么胡说八道啊，这种事情有关汉英的名节问题，我总不能乱说吧？汉王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不，这件事情是有，但是……哎，这就对了，这可证明啊，我没有冤枉你吧？哼，现在啊，就要看你怎么对汉英有个交代了。大姐，虽然这件事情是有，但是我对汉英从来没有任何不良的企图。至于为什么会让刘先生看到我跟汉英这么亲热，我觉得你应该亲自回去问问他，你问问他，他对汉英做了什么事情？哎，高郎是汉英的姐夫，哎，他会对汉英做什么事情嘛？哎，你说啊。大姐，我做事有我的原则，我不爱听闲话，我也不爱传话，因为话经过第二个人之后就完全走样了，所以这件事情。你还是亲自回去问问你的先生比较好。伯母，很对不起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文静，阿妈，你说，高郎究竟有没有对你不满？哎呦，不会啦，妈，高郎他怎么会对汉英不规矩嘛？你怎么知道不会？阿姨，齐大哥，阿姨，快回去吧，伯母跟大嫂都在担心呢。齐大哥，真对不起，给你添那么多麻烦。没关系，我对你大姐的为人还算蛮了解。所以我一点都不介意，倒是你，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，高高兴兴，知道吗？那我先走了，答应我，赶快回去哦。什么话啊？汉英啊，你姐夫他是不是有对你做不规矩的事啊？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到他了，我才没这种无赖的姐夫。哼，为了巴结蔡水木，居然动脑筋动了我的头上来。哎呦，害我紧张了半天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原来是为了蔡水木的事情了。哎呦，其实你姐夫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。你要是真的能嫁给那个蔡水木，将来你就不用过苦日子了嘛。这很难说哦。当年你嫁给姐夫的时候，他们家在地方上不是也是挺风光的吗？那你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这都是为你好嘛。你要不答应的话，那就算了，何必说话来挖苦我？大姐，阿爸的身体不大好，你要是有孝心的话，就常常回来看看他老人家，要不然就待在家里头相夫教子。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得够辛苦了，你不要再给大家来惹麻烦了，好吗？哎，你可真生气啊！妈都没有这么跟我说过话。妹妹，我爱你。怎样？哎呀！我在问你到底怎么样嘛？你阿爸有没有被你说服啊？说服我？是啊，哼，都是你的，在他面前留下了坏印象，我才一开口就被他臭骂了一顿呐。你要争气一点呐，我回娘家也不会让人家看不起的。哎，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啊？哦，训我跟训你儿子一样啊！哎，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活得不耐烦。对什么对啊？对了，我就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我早就活得不耐烦了。
完了啦！这么多年来，我跟着你吃苦受罪，我还要挨打挨骂。我回到娘家呢，我又让人家看不起。我早就不耐烦了，你打死我算了啦！你打死我好处，让我受点罪了。你打死我，我不想活了啦！你有完没完？活了，我不想活了。是的，霸王，你得听下药。神经病。陆荣，去拿一条毛巾来，给你妈妈擦脸。她要再哭下去啊，我们客厅就淹水了啦！快去。神经病，老是这样子吵吵闹闹的，不理你，你还以为我怕你呀？快了，快了，啊，去写功课去。我问你啊，今天到底谁给你气受？谁又给我气受了？卖房子卖地啊，你甭想了啦。说也奇怪，一家大小都快走投无路了，还死抱着那个老窝做什么嘛？还有啊，你叫那个蔡水木对汉姨死了这条心的，汉姨是不会嫁给他的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汉英啊，是要嫁给李文杰那个穷光蛋。他想嫁，人家还不要嘞。你这么说，那汉英是不会跟李文杰结婚的哦。这样好啊！哎，好极了，啊，好极了！哎，你又要去哪里啊？去哪里？嘿嘿，去哪里呀？总比在这里呀跟你面对面这个看你这苦瓜脸好啊！嘿嘿，你去死算了啦！你在外面不要回来了。只要你那个小姨子不嫁给那个姓李的，说什么吼，我也一定要给他追上手。啊，你放心好啦，只要你到时候啊，不要脸一抹啊，不认识我是谁就行了啦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只要杨汉英啊将来嫁给我，你我就是大世贤啊嘞。到时候我们两个人一联手啊，不就人财两得了吗？人财两得什么财啊？杨家要是有钱的话，也不会让媳妇抛头露面去卖什么包子馒头了。哎呀，你知道我搞这个房地产生意搞多久了？我就看准说你们杨家那一块地啊是个宝地，将来啊一定会花。怎么说？你想想看，现在的台湾啊跟过去十几年前的台湾啊，这个进步之快啊简直是不能比啊。尤其是政府啊特别重视这个地方建设，他一心一意要老百姓过着安和热利的生活，到处造路，到处铺桥，
你不信再看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镇里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繁荣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嗯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那个杨家的老周厨啊，位置好，对不对？对啦。还有那个面积也最大，哈。嗯。嘿。你想想看，杨家那一块老周厨啊，正是都市计划中的黄金地带呢。你想想看，这笔财富大不大？大大大大！哎，好兄弟，大大大大大！我们干一杯！哇！你又怎么了？两个老的跟汉英啊，还好对付啊。杨家那个媳妇啊，哎呦，难缠的要死啊。她为人正直啊，你对她就没辙啊。她为了要护着杨家，她可以牺牲一切。哎，这个你就要另想办法嘛。她到底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嘛。哎呀，难呐、啊，难呐、啊，难呐、啊！什么难呐、啊？你想想看，杨家媳妇肯刻苦耐劳，肯牺牲哦，凡事啊先替别人想，人缘又好的要死，哎，谁敢动她啊？她走到哪里啊都受人家的尊敬哦。你捅她一下试试看，马上就遭众怒，哎，等大家一起来围剿啊，哈，包你没处逃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啊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你想想看，他在明的，我们在暗的，啊，我们要整他，就来个暗箭伤人，让他防不胜防。怎么个伤法？你想想看，我们可以到处给他造谣。只要跟他有关系或者是没有关系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捕风抓影，胡说八道，破坏他的形象。哎，你说啊，他将来还能在杨家站得住脚啊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不要说是杨家了，就是这个镇上的人啊，哎，也没有人敢收留他哦。哎到时候啊，杨家营老周厨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到时候就是你我两个人的啦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了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。我们下次再见。快叫你的阿妈跟妈妈来，我过去看。妈，阿妈，广播剧开始了，快点来哦！哦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快了快，开始了。阿妈快点。来，这压不住。靠双手成功的人。今天的广播剧不好听啊，都听不懂什么什么手跟什么酒啊。哎呀，听听就听懂了啦。好好好，不听不听，等一下我们才能听听广播剧啊，听餐厅晚会。胡说八道。你妈呢？她在后面折杏桃冰给我们吃。就是汉英嘛，今天闹别扭，老早就上床睡。说啊，以后叫阿芳嫂子，她每一次回来就是有麻烦。哎呀，这里是她娘家，忍心叫她不回来吗？嗯。伟忠啊，伟忠，快来帮忙！啊，去帮忙！哎呦，哦、小心！小心点，来，来帮忙！哎，干嘛嘛？乖。
谢谢妈，谢谢妈。文秀，哎，你自己怎么不吃啊？我不吃，妈，我要出去一下。啊，伟忠啊，你在家好好陪着阿公阿妈，妈出去办点事情，马上就回来。哦，爸妈，我走了啊。好。 文秀到哪里去啊？一家几家啊，看好孙女，一心几家啊，在一困啊，白家好好家不困，兄弟好好你，家不拉分啊，哎。 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！那个妈呀！哎哎哎，老二啊，你摇什么头啊？啊，我看啊，你是听不懂。听不懂？嗯。哦，别讲。嗯。你能听懂俺的山东话？嗯。俺就能听懂你的广西。广西。我不但能听懂你的广西呀，俺还会唱你们的闽南语的歌。啊？嗯。 你还会唱闽南语歌？对，嘿，我看你是吹牛啊！啊，不然呢，你唱给大家听听看。行啊，对呀，对呀。哎呦，老汉呐，啊，我跟你做朋友那么多年呐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会唱歌啊？哎，这个鬼语的我呀，是闽南语叫娃。嗯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。俺那就对了。我老汉，老汉，啊，你不会唱啊，讲一声没有关系。 不要这个，嗯，谁不会唱？嗯，你别小看俺了。嗯，俺就唱两句，让你饱饱而福。好，哎，老太太，你打算真的会唱歌啊？哦，哎呀，等他唱的之后啊，你们听了就知道了。哇，哎，然后不要再哇了，什么？
放心嘛，哼，小傻瓜，妈丢掉的。妈，你晚上从来都不出去的，今天晚上你去哪了？伟东啊，你妈妈呢？哦，妈有事。对了，妈，桌上有早餐，你和阿公一定要吃哦。知道了，要不要我送伟人去上学啊？不用，我送他就好了。好，阿妈，我们走了。再见，早点回来啊。好，再见。奇怪啊，文秀是怎么回事啊？神神秘秘。文秀，包子跟馒头啊，我已经给你放到盒子里去了。谢谢妈。啊，鸡鸭我也帮你喂好了。妈，文秀，你看，瘦了好多，每天从早忙到晚，这样啊，迟早一天会生病的。不会的，有事忙，精神反而好。不行，以后啊。你要卖馒头，我就不准你送报纸；你要是送报纸，我就不准你卖馒头。妈，您知道了。你是我的媳妇，我会不关心。是不是伟忠告诉您的？刘如龙，李自强。伟忠啊，李老师，他就可以不用扫地就骂我们，伟
伟忠啊，最近你妈好吗？妈，她……她怎么样？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她了。还好。对了，李老师，你有空也到我们家去陪阿公下棋嘛？阿公好寂寞，都没有人陪他下棋。你放心，我会去的。不过，你得先告诉我你妈她的情形。好吧，妈她是还好，只是太累了。她晚上要到报社去拜报，再送报，送完了报纸还要去卖馒头。她为了伟林，不能到附近去卖，要到很远的地方，好辛苦哦。原来是这样，好，继续去打扫吧。哦。李老师，你千万不能跟我妈说，是我告诉了你，因为我妈最恨不守信的人，还有骗人的人。我知道。还有，你一定要陪我阿公下棋哦。一言为定啊。嗯。伟忠，刚才李老师问你什么？问妈妈好不好啊？好，好好扫地。没有把我吓死就好，还说我吓你？你没说错吧？我吓你？可不是吗？你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，我差点都不认识你了。我问你，你一定要这么辛苦才能维持这个家吗？家不是维持就行的，我希望手边有点钱能存起来，一家人也好过一点，也是有备无患嘛。就算家里头再有点什么极难的事，也避免了不少烦恼啊，也可以一步步实现我的希望，让杨家再兴旺起来。你光为别人着想，难道你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？谁说我不要？我是希望能够好好有价值的活着，我要带给爸妈还有孩子过快乐的日子。小姐，叫大嫂。好，大嫂，我求你，你也让你自己过得快乐一点，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一直都会好好的为我自己活着。文秀。文秀，包子、馒头、豆沙包，包子、馒头、豆沙包。老魏啊，我看你会帮文秀的忙，我好高兴哦。啊，那你这样讲。好像我会虐待媳妇似的。不是啦，只是一点点，一点点啦。一点点。哎，哎呦，
什么一点点啊？啊，一点点好，不是大大的好了。哎呦，什么不是大大的好？亏你以前哦，还推广汉文呢。什么大大的不好？这不跟日本人讲话一样？什么花姑娘大大的漂亮？什么话什么话？你呀，就是会这样挖苦我。其实我也是啊，我是面恶心善，口直心宽啊，我想什么我就说出来啊。亏得你呀，还文秀啊，很了解我啦。哎，你猜他怎么说啊？他说，哎，你想什么就说出来啊，想做什么就做啊，不要把什么不高兴啊摆在心里面呢。他这么说，我能够不宝贝他，不心疼他吗？是啊，说起来啊，我们两个啊，真的还有一点老福哎，遇到了这么一个懂得老人的媳妇，不像有些老人啊，要看年轻人的脸色，好可怜哦。嗯，先进去啦，我泡壶好茶给你喝，好不好？休息一下。好，放心啦。现在文秀每天在外面奔波，睡也睡不够，吃也吃不好。我劝她不要做，她就是不听。你看这该怎么办呢？老哎，跟你讲话听见没有啦？听见了，我是在考虑啊。你考虑什么？我是在想。你不是想把房子给卖掉吧？我是想把房子卖掉。怎么，卖房子？真的要卖房子？哎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哎，老杨啊，你现在又不是要急着要钱了，干嘛要买房子啊？这杨家大厝是我们的主产，这我们也舍不得。可是我们家里所有的男人。老的是我，小的是伟忠，什么忙也帮不上，一家大小全靠文秀。嗯，啊，阿英当老师啊，她也可以养家。话是不错啦，可是文秀说哈，阿英赚钱也不容易，叫她把她都存起来，将来好做嫁妆，免得嫁过去哦要受婆家的气。啊，秀秀哦，什么事情啊，都替别人想的那么周到。是啊。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，我们做公婆的总不能眼睁睁地看她被累垮吧？这，阿福嫂，你又能干，口才又好，我看，我就拜托您帮我找个适当的人。老杨，我看哦，你要考虑一下哦，不要太冲动哦。对的，你多考虑几天呐，不要说哦，卖就卖了。我想啊，我们不用考虑了，我已经想了很久了。啊，阿福嫂，这件事呢，就万事拜托了。不过麻烦你啊，不要先告诉文秀了，等房子卖成了再说了。你是不是不舒服？你怎么在吃药呢？我没什么事，刚办事太急，有点消化不良。嫂，嫂，我看我还是带你到林大夫诊所那去看一看好了。哎呀。我没病嘛，白花那个钱，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
我看你是硬撑着，还是去看看吧。钱我这有嘛。哎呀，阿英啊，你别闹了。我不是怕花钱嘛，我是怕……怕什么？怕看医生，还是怕打针？好好好，对了一半，另一半，我是认为我真的没有必要看医生啊。你也知道，医生呢都是小题大做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。哎呀，还是去看看吧。哎呀，我不要去。你在跟你大嫂吵架？我在老远啊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了。你看我们像在吵架吗？天底下的孤省，如果都像你们两个这样一般的关爱，那可就天下太平了。嗯，哎，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往我们女生的身上推。要是你们男生没有那么好战，没有那么贪恋权势的话，世界不是早都大同了？嘿，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，教了几天的书，口才果然不一样，比起你来还差远了。哎，你怎么有空呢？哦，我来找杨伯伯下盘棋呀。哦，那我去告诉阿爸。好。起喽！杨伯伯，您宝到位了，我输得服气。好了，小林，带妹妹去睡觉，明天再讲，好不好？早点睡，来，走，走，早点去睡，快啊！怎么样？谁赢了？你猜啊？那一定是爸爸赢了。看样子我还得到深山去再修炼500年，回来再跟杨伯伯较量高低，争个希望的宝座。哦，很晚了，伯母，我该回去了。哦，好，好。啊，嫂，你看外面脚踏车如果没锁的话，你就送送李大哥嘛。我去烧洗澡水了。哦。哎，你先走。我晚上骑车小心一点啊！哦，好，这车上有灯吗？啊，有，冯冯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好。
小心啊。文秀，再见。怎么？文秀，文秀，杨伯伯，杨伯伯，文秀他昏倒了。秀秀，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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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，哎，妈，妈，文秀，文秀。是他坚强的，就像母亲。